EXO 正准备出道十周年专辑 The Box OST 将于31日发行。EXO 出道十周年专辑制作中，组合 EXO 成员灿烈将展开入伍前主演的电影 The Box 的官方行程。灿烈将在结束 The Box OST 的收尾工作和 EXO 出道十周年专辑准备的忙碌日程之后入伍。灿烈参与了包括 The Box。灿烈参与的 The Box OST 音源将在他入伍两天后的31日，配合着电影上映日而发行。据悉，灿烈将在入伍前参与 EXO 出道十年的专辑制作。EXO 成员们正忙着为4月8日 EXO 出道日准备专辑中，包括一月退伍的周瑾秀。预计成员们参与的 MV 拍摄也即将开始。